乔宝宝反印度传统豪宅300万搞大仔婚礼。乔宝宝一家人是虔诚的石刻教徒，他当年娶老婆就依足教条由父母安排，不过时至今日恋爱自由了，长子印度炮大个仔成家立室了，10月就将会同大学认识的伊斯女友在英国成婚，按印度人风俗出嫁女儿就要贴埋大床，兼且奉上丰厚的聘礼，不过新老爷乔宝宝就思想开明，自掏腰包反送金器，送车又送楼，桃花遇300万港币娶新抱，这个老爷认真大手笔。日前宝宝就同一班亲朋好友就回到英国为长子筹备婚礼，又在婚礼之前大搞派对庆祝，热闹程度比中国人的传统婚宴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今次宝宝娶新抱绝对不马虎，10月2日在英国行完婚礼，10月7日和9日就为香港搞中式的婚礼，总之印英港都做足仪式，真是替宝宝开心啊。东周行就祝宝宝娶完新抱再快啲抱乖孙，实行双喜临门啊！恭喜恭喜！